逃过了刘畊宏，逃不过李若彤。李若彤母亲节直播健身，带妈妈手亮相。李若彤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开了直播，教大家健身。因为正好是母亲节，所以李若彤在直播的时候还给她的妈妈打了视频电话。网友们好奇起了李若彤妈妈的长相，纷纷起哄要看女神的妈妈。网友们的热情惹得李妈妈直接飙出了普通话，说没问题。视频中的李若彤妈妈一头短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笑起来很是慈祥。这也是李若彤的妈妈首次公开在短视频平台上露面，李妈妈也很有意思，反问网友：你们觉得我这个老太太还可以吗？在整个直播过程中，素颜的李若彤状态很好，她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分享健身的视频。李若彤真的很努力在健身，或许是因为经常锻炼的缘故，身材还有皮肤状态都保持得很好。